今天是我和老公认识整整十年的日子，一上午没看到我老公，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。你干嘛去了呀？我给你买了条大鱼，一会儿给你做你最爱吃的烤鱼。十年前的今天，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，可能都对彼此有吸引的地方。我们只相处了几个月后就结婚了。这十年来，老公主外，我主内，我们共同努力经营我们的小家庭。虽然不富裕，但是我们很幸福。好了，让它腌制十分钟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送给你的呀。平时我忙于工作，也很少给你分担家务。虽然你不说，但是我知道你也是很辛苦，所以我给你买了这个，来辅助你减轻一些家务。这个是王者荣耀定制款必胜洗地机 Light。对呀、啊，还是买了你最喜欢的蔡文姬。精致的外包装都那么精美，而且外观都是蔡文姬，开机就有语音。飞舞战场的美少女，大活跃精武。你看这个不仅清洁的时候赏心悦目，而且清洁完的地面一点不留水渍，还不会有污水回流。机器还特别轻便，平常清洁的时候一个手就可以操作。你看这个上面还是舒适结构，就算清洗掉在地上的头发也不会缠绕，还很便宜，只要二字开头。上次送妈了，这回咱家里也有了。这样以后做家务就没有那么辛苦了。这个我喜欢。其实婚姻最好的状态就是我懂你早出晚归的劳累，你懂我一日三餐琐碎的疲惫，你很好我也不差，说说笑笑吵吵闹闹，我们一起努力共同成长。我们是柠檬夫妻，喜欢我们的点个关注吧。